最近在陕西西咸新区某小区内，一名小孩在电梯内小便的视频被传到了业主群之后，大伙十分生气，纷纷谴责。第二天，男孩的母亲在群里发了长信表示道歉，同时男孩也写了道歉信，并且决定打扫电梯间一个月作为补偿。大家对母亲处理问题的方式纷纷点赞。